温丽和麦克，在现实当中，温丽就是康元基策划，然后麦克就是企划组长金昌燮。这活动主题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们开的餐厅了。他们2月份还开过一次线下实体版。它跟之前的活动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做完，然后看一下看，问候周。它有些活动是分周来进行，啊，这个。在韩服当时是要30万人嘛，他改成了7天的签到。那现在就是他要求你在线1个半小时，然后每天就可以领取他那个奖励，就7天在线。
浪琴岛一张牌。叠得高高的游戏，这个折纸吧，还有一种游戏，折纸游戏 ，Challenge Competition。还有反转器，它是分时间段进行。它有竞争游戏，也有挑战游戏。竞争游戏是分时间段的，然后挑战游戏是个人的，就直接选就可以了。但是它这一次这一周就没有经验值，然后你就是拿着各个游戏的那个点数去直接换奖励啊，都是点装之类的，还有椅子、骑宠，这个是伤害皮肤，这个是冰果游戏。
What about jumping?
跳不起来。